那个樱花妆，天哪，我的脸上的这个痘啊，活疖子，超大一个，剧痛。首先，我使用的是我的最爱的气垫，我用的是自然色号。刚买这个气垫的时候呢，一定，因为它量很多，所以就轻轻的压，因为我这个已经用很久了，所以我会比较用劲。然后，如果刚买的话，就轻轻的这样，这样弹的压就行。此刻你是不是应该有一点音乐呢？然后呢，接着呢，我已经打完一层薄薄的底，然后我就会用这个右边的这个色号，就是最右边这个，因为它第一个是粉色，最左边是粉色的那个，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。因为我用这个遮瑕遮黑眼圈的这个，是因为它很保湿，然后遮瑕率又好。然后遮黑眼圈的时候一定要这样，因为我的黑眼圈在这儿，就要先从这下笔，然后慢慢的、轻轻的往旁边。晕开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这两边会有血管，我就是有，然后看起来就是像，怎么两撇黑黑的，有时候我就会盖着。然后呢？盖一下我的痘。然后我再用粉扑，真的是很轻很轻。就会先用这个一号，我已经用了很多了。我通常都会用它先打一层薄薄的眼妆的底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用这个往下，就人的卧蚕。你看是在这样，但是我是往下画，不要往后画，往斜下画。不行，你看我这张惨白的脸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我教一个大家让自己化妆起来，也是我的那个化妆师先教我的，画一层薄薄的嘴唇，让自己看起来有血色一些。你看。我会先用这个，基本相当于肉粉色的一个色号。让自己看看有血色，如果觉得今天化妆的状态不太好，也可以打腮红。我的腮红呢，我会用跟我基本上就直接用这个了。或者再深一点的，就打阴影的色号，因为，我跟可能跟很多其他人不太一样，我颧骨比较高，所以呢，我会直接用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的色号。其实啊，如果要是你们平时化个裸妆，只要这个就够了，真的，只要这个就够了。然后呢？
呢，我会用我的，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东西，我会用这种三种啊，我的脖子老嘴了。我先给大家画一个，哎呀，先给大家画一个那个素颜妆。往上稍微挑一点点，让自己的眼距稍微宽一些些，是我化妆的，就比较适合我的一个化妆的方式。以前我画一字眉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眉形很奇怪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奇怪，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然后呢，我因为我觉得我眼睛和颧骨都高，就感觉整个人是这样飞上去的，所以我就要画一字眉和画眼线都是往下这样耷拉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会看起来稍微柔和一些。然后呢，后来我还是发现就是往上挑一点的眉毛会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，对于我来说。然后我就自己研究了一下，改了一下，就画了这种眉形，就其实就是普通的眉形了。我闺蜜就突然有一天给我发信息说，王菲菲，你的眉毛为什么正常呢？谁给你画的？谁给你设计的？然后我说，我的眉毛一直都很正常。她说，去，不可能，你以前那个眉真的是难看的要死，跟毛毛虫一样。然后我可能这个是那个眉的眼线，眉线笔，然后我会用来就是可能加一些补缺的部分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笔呢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像我，我这边额头倒还好，我这边额头它就有时候会缺，看起来会像缺一块，头发放下来就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要，每个人都会有这样 一弄上去就整个感觉就是空缺的，然后我可能就会有时候在这加一点。哎，让自己的看起来没那么空。其实如果大家就是不想化那么浓的妆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淡妆的话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加眼线，你就在上面加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来试一下粉色的眼影，但是我没有带粉色的眼影，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两个口红。哦，用个刷子放在手上。但是这个呢，我那就是我嘴巴上的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加一点点其他的吧，就是这 CanMake 的粉色的这个，让它淡一点点。你看，原本是这个颜色，我让它变成淡粉色，我试一下。哎，真的是淡粉色。像调色盘一样。OK, 这个画完了以后呢，亮银色，沾一点点。妈呀，这是什么牌子？我也不知道。
好呢，夹睫毛的可以用打火机把这个头这烧一下，不要烧到那个胶。然后呢，把胶这样子合住，让它胶也热一点点。然后把这样擦一下，这样夹的眉毛，哎，不是睫毛就会比较翘一些。然后呢，我最喜欢的睫毛膏，我选的是黑色。但是呢，这个睫毛膏，因为我的睫毛是比较这样子长的，往下长的，然后你用其他睫毛膏还是会回到原来，它就不定型不持久，这个基本上维持可以一天吧。最后就是嘴唇，然后我这会用500号。我先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画嘴唇的。我会先用这个淡淡的，就刚刚我拿来用来夹在画眼影和腮红的这个底色，先把中间涂了。然后呢，嘴唇的下面这个部分往下画，啊，画出来，这边再画出来，就是用到这个上差不多完的时候，刷子上的颜色差不多完的时候，轻轻的带一下，然后下面也带一下，上面也是，就你知道嘴唇要这样子。就是这样子看起来是翘的嘴巴，因为我嘴巴本身长得就是有点往下长的，但是我发现我这两年好像也开始往上长，长平了，是我爱笑的原因了吗？再教大家一个我画眉毛的方法，因为我眉毛不是往下，毛是往下长的吗？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't, I'm not really loveFeeling you, baby. If I got you, baby. Some people want tamarind, but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.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. 好了，不要唱，小声点，嗓子都还没开呢，我的妈呀！就一，我的化妆师是用那个吹风嘛，吹镜头的那种，一摁它就有风出来那种。但是我没有，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这样，虽然看起来很丑啊。每次我做这个我朋友都快笑死了。这样我的粉粉的妆就画完了，哎呀妈，看不到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开始做头发。哦，还教大家忘了，因为眼影涂完了以后，最好就是拿棉签这样子顺一下，让它晕开一点，自然一点。这个呢，就是又可以，这个我觉得特别好，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，我随便买的。然后它可以变直发器，然后呢把它锁，这里有个按键把它锁住，它可以变卷发器，然后可以这里有温度的调节，我现在调200度，好多了。好啦，做头发了，梳一下。我比较注重的是这个地方，
好了，然后呢教大家，其实最好是用摩丝，然后如果没有摩丝的话，我们就定个形就好了。往里喷，打开往里喷，喷发根，要喷我刚说的这个。还是很蓬松，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往这里再喷一点，就是小自然的这个发型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，淡淡的樱花妆。拜拜，准备出门啦。